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走，野区。耗着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哎，我怎么有点跳聘呢？全军出击！准备收割。嗯，卡了。打武器大师一级，我们就不能学 Q 了。我想想学个什么呢，学个 W 吧，我直接掏他一手 AOW 刷被动，掏 W 走了，不打了，我说停停，两个兵我不要了，不，我要，我打不溜，进草丛刷被动，飞走，哎，打不溜，平 A 走了，不能打了啊！这武器大师这个英雄还是有点厉害的。等一会儿啊，打不溜，飞，好一 Q， 掏死了，好黄子儿啊，厉害呀黄子儿，等一会儿他啊，他不传送啊，他带着点盐，那没事了，我们把药吃了，多抠一抠兵，这个抠技能只用20点蓝，我们就一直抠，攒我们的女神之泪，一直抠。没了。一 Q A W 平 A 掏走位，好一 Q 平 A 致命点死了 A Q W 呀 W 空了，好戳，武器大师有点难受，这黄子一 Q 有点准的。我们有点无敌了，我要自转他们，他让我走，没事，我最后耗他一下我就撤，别让他卡兵线啊，把他卡在里面，然后我们溜了。这样吧，哎，我这我想想啊，这样这样这样
少一把长剑，算了，少一把少一把吧。一个不同的世界。漏车了，哈哈，漏了吗？没漏啊，刚漏了吗？不应该呀、啊，我记得我一个都没漏啊。AQ 86进草出草吃个药 AW 掏W A 一走没丢啊，这车看着没？这不随便补吗？升个 W 这皮肤怎么感觉还没有原始皮肤得劲儿呢？插个眼儿，只要这把剑圣切不来就没事儿。剑圣起来会比较麻烦，我有点打不赢的剑圣。打不溜回血，来一颗打不溜平 A， 他不敢上，这波孤立无援。AW 接 Q 套点盐了，这点盐套的雨行不行，再给你个 W，掏来啊，上，该你了。W 点盐一走，剑圣来了。这剑圣要干嘛？很明显这里头有眼儿，那我溜了，但我差了20块钱。那剑圣五级是想干什么呢？啊，就非得要就这样式的呗，就你看亮牌儿。哎，你这像个精神病似的，你说你这不有病，老子强行上也不知道干啥。非得要硬打我就愣打。怎么的？你要吃塔皮呀？那我能让你吃吗？呀，这没打着，为啥呀？
我们就在这控制啊，他不补就算了，反正我们这魔宗，啊，我就一直在这叠，到塔下我就开始耗你血，给我干的，往这走能打过不？漂亮，我这黄纸。打死他，我回血，漂亮！哎呦我们俩这配合真的。炸弹人啊，这倒没事儿。炸弹人如果从右边来，直接把炸弹人一杀。点燃 W 回血 ，A 掏。哎，这剑圣刚才不是在下路呢吗？我看怎么突然之间飞到上路来了呢？先来个短臂，不对，这把我们需要一个布甲，还加两把小长剑。剑圣开大过来的没有？剑圣。一上来打火溜，吓死他，给他吓完了。Killing spree， 我要自转他们。A Q。掏八把溜，还上啊？哎，这武器大师人咋没了呢？在塔下消失了，他是积木吗？不对呀，这。开了得了，剑圣没在这儿啊，我不耗你一波吗兄弟？红没有，打个石头人吧。飞走，我长翅膀了。这螳螂这玩意儿呢，就是吧，打出优势以后杀人不算那么特别快，一套秒是秒不了的。哎呦啊！可以啊，剑圣，长本事了，剑圣，这不都得死吗 ？A 一下，这回知道什么叫小规模团战了吧？啊，小伙子，
这回知道螳螂到底应该打什么样的角儿了吧？明白什么叫收割不？德克萨斯木印了。我会蜻蜓点水吗？我可以给你点一个。咱就点这140块钱的攀升，给你点一个啊！我给你点个水，你别着急啊。这点没点水？点个水，没点吗？这 Q 技能，哎呀，距离有点近，不升级的话，如果特别顺，我可以升 Q。给你个 W 呢，往这儿走来。剑圣来了，点个速。这剑圣不过来掺一脚，我看剑圣呢，跟我 poke 炸弹人。我看这有没有眼儿啊？你跟谁 poke 不好？你跟我 poke， 我给你点个水。重入攀升应该也够呛，不用去了，应该看看这耗子能不能杀。瞅一眼这耗子，搁这儿等下耗子。有耗子吗？没有耗子。哎，有剑圣。现在我已经分不清剑圣跟耗子长什么样了，已经让炸弹人撇个炸弹，我们再给他杀了吧。你不撇，不撇我可拿了啊。炸弹人有点狂啊，我一看，我一看这炸弹人是有点狂啊，我给你点个水回家。人均100块钱呗，25:2，好家伙，谁死两把？泽拉斯，你瞅你像人吗？就你死两把。就耗子杀的人多呀，还没逮着过耗子呢，总是这艾克跟那耗子一直追。我找一波的耗子来，哎，耗子隐身了。耗着死了，还是黄子比较客气。
来个收集者吧。既然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再出什么幽梦啥的了，幽梦、木印啊，不对，夜印之风这些都不需要了。我们直接来个收集者，对面也不给钱，我们收集者能多给20块钱，25。好，扫一下，别打这个眼儿，他们就不知道我在这里啊。来 W 一 Q， 先杀个耗子，我再飞。干哈呢？我给你点个水。哎呀，应该往上点的。差一个投降了。